爱管啦，这个啊，阿弟啊，听你相信我，做给你看，你管天大地大，我若做官，绝对将你做过，也来伊好耍，你人心地来呀，是啥人会知？你的囝个性我真了解。若果伊讲意思，你嘛是爱放袂免撇互人知。若讲讲你唔知，我话地你呀，哎呀，地囝转来，天晴天，老爸是我的亲人，虽然是做官富国国家有要紧，但是我嘛会安无。看我爹爹将你做欢喜，一年不为你哟，我的阿母天诛地灭，爹爹把你做分量啊！别未来是我对你袂信任啊！我求功名，我知爹爹的心有哪情，我做官转来，爹若是劝，做官做不行。我的阿婆太水平，就叫你的性命，请叫你心安定。我若是违背良心，对打火烧，死在先。来福气，对你大只讲出这番话的言语，爹爹感动在心底，你千万着爱来下去，我若犯差做出来，今当时我望啊你，下当是替我来解围，家家顾女啊，这份的。谢谢，我替我的衣服，你给穿在包裹里边哦。即摆天气都变化，你着换行换气。好，小妹，阿爹带我住只家好点，咱行送到门外，我着要跟你离开啊，来就行出来。在我家。我问你什么？我问你，安怎？你是安怎？你来行倒来。靠在你缘投是不是啊？哈，你都会不要害人投你讲，是安怎来来变面头做伙？我输你这两票嘛。我跟你无熟识，你什么人？上那白买过，大爷的人自然是你，不是我啦。我啊，叫我什么名？是不是？恁爷爷姓孙，叫德昌。孙德昌，对。看你就是一个风度飘飘，你讲话真正无理的。玫瑰是了海人，我唔对。你讲伊姓孙的人就是你，我唔敢管啦。啊，你又该上边，还是外边？我老爸过来跟你去，去讲亲的时阵，伊竟然讲对我无熟识，伊姓孙的又就是就是你，所以我唔敢管。
车椅啊？啊，无啦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你还叫我洗椅啊啦？好，我老姐做大伯，我做你的洗椅啦。快快点去！我跟你老姐讲话，跟你无分开啦。那无分开，你走你再来。哎呦，我跟你讲啦，为着这个钱吃，我跟我老姐啊，我老姐啊，拍拍感情，我当然就是为着你啦。啊我哪里是个土包木生又土人呀？来，你咪敢来看死你哈？你安尼干咩？啊，亲像咧骂我共款啦！我跟你讲啦，周子耶，你这水鸡，周子呀，啊，伊周子甲我水鸡较无水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水鸡就水鸡啦！我跟你讲啦，你若压我袂着，你若想拢无，我跟你讲啦，面线啦。面线爱汤的，油汤的好食。面我知你爱食嘞，你哦规气哦，你若是讲爱我袂着哦，你规气哦，家己自己了断啦。我自己了断。对啊。你真正爱伊无爱我？我无爱你呀、啊。我真系老，你无爱我。无爱。我嘛较正常。哎，你爱话正常，我爱讲啊，我爱。咱两个较先动男动女。我无爱，我爱的就是这款，生得这烟大，这漂亮的。你真正爱伊无爱我？呀，你阿弟。我爱怎么只爱我？我是我好姐好。你对我是无帮助啦，哪会无帮助？即摆你来去考试的时阵，啊，若准考官伫咧问讲，哎呀，真巧，我就过甲讲，太弟，我袂认识的，是真了到真的。你若快坐到烟斗，分数袂歹，拍死倒，第一名。
家庭到微微，应该有五十人无？我唔知啦，我唔知五十人哦。哎，我要问你个名，我托你个钱财来个钱财，要甲我记哦一清二楚，记你脑海内以后有诶就够算记面啊。无同好走，有诶才找。哎呀，创诶哦，你来做哪？我伫遮来啦。我著看你哦，今日想袂开，毋知今日找你啊。今日想袂开啦，我是看不倒火啦。我只好去找伊报仇，我想伊讲哦。哈。等下倒转去时阵，老爸就问我去倒你安怎讲。我袂记，拢卖讲。啊，就安尼就对啊。你想我拢讲袂记诶，你拢卖讲。你若讲我食老风声，等我去报恩仇哦，我若害死倒了，你只要开，我就甲你吊起来。好啦，你卖生气啦。倒转来去讲。对啦，啊，就是看我听到，互你是无面子，心情不好，我出去行行咧啦。干嘛咧你啊？我看你今日讲的奇形怪状哦。无啊，哪有？无，其中我讲什么事？你上届吼乖，将来莫讲白贼话。你跟我讲，你那天发生什么代志？讲袂要紧啦，阿爹。老板，我那感冒呀。无，我看以后恁老爸是无面子，叫你回去。我讲那刚好，那红尿尿想要扫了。干嘛呢？是啊，刚才我提一包药给你吃。好，阿爸，你自己用药。啊？啊？阿弟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其实上哦，阿爷哦，为着阿爷哦，还为着要报仇，啊，叫人收台。别我过。几点钟到？啊，叫人收台，哪里哦？伊哦，我讲落水啦，嘿哦，叫人快点收嘛，怕死人啦。真搞，宝贝，真诶。平常时啊，这个袂记的，想讲今仔这个我都袂叫放袂记的。我卖讲，伊说都把我放放上。是的咯，你敢知影？为什么我看你这个？我知影，我无伫笑我家己。我用我的性命去找人报冤仇，险险死伫咧外头。我无做着人面子，对爹你真好。如今，你是咱苏家唯一的兄弟。但是要讲当作神，可是我真心疼，你收起来，多谢阿弟啊！为什么对你这个真尴尬？当然是真心的理由。阿弟啊，甲你哪里啊？不是敢若生恁遐妹儿去啊？吼！在我的印象当中，这嘛不是我遐妹两个人，但是我有啥物其他的表弟姊妹嘞？你过一个阿兄，过一个阿兄，对，也当作神。我不是叫你去走坐伊祠堂海。就是伊心肝粗残，害死恁阿娘甲恁阿嫂的性命。佮而且嘞，我的孙儿也从此失落。说滴嘞，我无论如何，这几年来，我就是伫咧探听伊的消息。伊是毋是阮姓歹名，也是改名换姓，我袂了解。说滴嘞，你的大兄是毋是还佫活在这人世间，敢毋知？我再从此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。如今。叫你嘞，好我实在失望。你敢知影？你若发生什款三长两短，你叫阿爹是要怎样？阿爹、啊，我来过去有山，啥尔深，互你这尔心痛恶事，无怪你恩总伫个心肝内。平常时我看你一个人无分世事聪明，骄傲妄自，原来你就是咧做错过去这个冤仇人嘛？对，对，你放心。我过去用唔善变法，希望我去了解一切。我爱上我家己，无论安怎，我会替咱孙家吐一口气，我会替大娘大嫂走出正义乡啊！这个走出正义乡，到这么正容易？但是你个性这么冲动，我安怎跟你讲？安怎跟你讲？你就是听袂入耳。今次嘛，要走出自动海，敢那海底底老将同一款，你讲迄个爸是不是啊？对啊，你莫生气啊！我看你气到你死，你平常时啊身体都无介好，你放心，我即摆袂冲动，做任何代志拢会三思。无话啦，袂冲动你休困一下啦。我甲你讲哦，即摆若是无我的温存，温存你我下步给我打出门，行，你莫去。什么？我来当吹信，我要告诉伊阿公，去了海西东海先来哈。我今日一点仔都无送我的性命，到底这冤仇人你是伫咧？